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我现在在安卓市场啊，收到一个山东的粉丝叫我帮他淘一台 S21U 16+512G 的皇帝版本啊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市场到底是什么行情，给他去挑选一台走。老板 S21U 16+512的顶配，拿两台亮的给我，我们拿两台挑一下啊，看一下哪一台亮一点。我们看一下这台啊，后盖是完美的，这看一下这摄像头啊，里面也没有灰尘，蓝光也是正常的，这拍照很给力的，一亿像素啊，真香啊，真香，后盖也是完美，这台保护的挺好的，你看这个膜都没有撕掉啊，这个前机组保护的非常好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，这边也是完美，这边也是完美，你看这个原厂膜，这种屏幕肯定是没有划痕的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设置里面啊，关于手机三星 S21U 5G， 看一下软件，四个 CH 就是国行啊，内存16+运行啊，512G 内存，进入测试模式，看一下这个屏幕有没有黑点、亮点、彩点啊、屏幕没有黑点，没有彩点，也没有老化啊、非常的完美。因为这三星屏幕是很贵的，所以我们要看好，有老化的话我们肯定就不拿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气密啊、气密两个手指压下去跳动是完美的啊、气密正常 OK， 没有拆过啊、原装机器。看一下这个屏幕是不是好的，画一下有没有断触，这些功能我们在这里正常的测试一下，回去再测试两三个小时才跟粉丝安排哦。这屏幕是没有问题的啊、它这一款是16+运行的，新款的 S22U 是12+运行的，所以喜欢这款的还是挺多的啊、512卖的也挺好的啊、我们问一下老板出多少。老板，这个成色完美的，我看好了，什么价格给我？这个专利价了，不会吧？前两三天我在档口拿了三四台，他给我才是5000啊，涨了100啊！兄弟们，这台还在保哦，5000一，老板给我寄个串。